靠墙去了，来屏东凤梨。今天外销开始起跑，今天算第一个好货柜到日本。那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每个礼拜一卡货柜，一直到五月下旬。那么屏东的凤梨金钻凤梨是整个台湾凤梨的火车头，由屏东三月份、二月份开始，然后呢逐年到往高雄、大树、台南这个关庙以及嘉义、林雄等等的区域呢。我们屏东农产公司也特别跟所有的国外的贸易商合作，这个直接到日本的稀有市超市连锁的超市，去年销了300多公吨，今年倍数成长到600公吨。来屏东吃红来，用新台币来支持台湾的凤梨农业。